嗨，hey, 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，带大家真正的中国。今天是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五号，这一期啊，咱们聊一聊社融数据，聊一聊五月份的这个社融数据啊。我想大家都看了啊，这个社融数据啊，简单点说就是一言难尽，居民没有消费意愿，可以说全面不及预期，资产负债表啊。 全面收缩啊，很多机构啊，关于五月社融数据的解读啊，表达的非常克制，呃，比较中性啊。你可以看一看这个，比如说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，还有其他的经济学家解读都比较中性，呃、啊，还有一些券商机构的解读。但是大家要注意了啊，就是他们解读偏中性呢，实际上就是代表着不乐观、啊。你要想象出他们放大镜啊，去找这个利好，找值得鼓掌的，找值得哪怕一丝一毫让大家感觉到高兴的。 啊，预示着相对啊偏利好的、乐观的东西都找不到，所以只能是中性。这是啊、呃，央行二零二四年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，六月十五号啊，五月末广义货币，也就是 M 二余额三百零一点八万亿，同比增长百分之七；狭义货币 M 一余额六十四点六八万亿。 同比下降百分之四点二，流通中货币 M 零余额十一点七万亿，同比增长十一点七，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三千六百一十八亿元。这个狭义货币啊，M 一啊，同比下降百分之四点二，这个应该很严重啊，就是说这个空白十几年都没见过。这个 M 一啊，就是现金啊，就是流通中的现金加上银行的活期存款，这就是狭义的货币。也就是说，M 一为什么会减少？ 少这十几年来，这是第一次啊下降百分之四点二，这个就要大家去想了。银行的活期存款不见了，就是减少了，那这钱去哪儿了？大家都拿它去花了吗？只有一种解释啊，就是这个钱要么就变成定期存款，要么就拿去还了按揭贷款，只有两个解释。 这两个解释都是一个解释，这就反映了这个居民端呢、啊、没有加杠杆,杆的意愿，甚至提前还贷、主动降杠杆,杆，这个也反映内需啊继续疲弱。用这个俗话说啊，大家手头上没钱，把这钱要么存死期，哎，要么去还这个按揭贷款。手头上没钱，你手头上没钱，你怎么可能内需还会旺盛呢？你把银行按揭贷款全还了，你把钱全存到这个定期。 这个反映什么现象？反映的就是韭菜啊，没有信心。哎，这就是咱们天天节目里面介绍的。这个其实大家想一想就能想通啊，道理非常简单。你看现在连小银行都在降低存款利息，而且现在有传言下周又要降低存款利息，就是你存钱没有利息了，利息越来越少。但是啊。 很多韭菜去年买的房，前年买的房，他那个按揭贷款利息还是挺高的，百分之四点几。完了，现在就存量按揭贷款，哎，韭菜希望降，但是银行没有办法给他降。那你要是韭菜，你怎么选？你买了房，你那个钱放银行里就没利息，你肯定是想方设法把,把那钱啊全部收拢到一起去还按揭贷款，能还多少还多少，这是被迫的选择。你那个钱存银行或者放在这儿放那儿，相当于没有利息，但是你那边按揭贷款是百分之四甚至百分之五的利息，现在赚钱那么难。 那大家必然啊去还这个按揭贷款。第二个，由于这个活期的利息是越来越低啊，很多人把银行的钱他就想办法。本来这个钱啊，很多人他不急，有的恐怕要去理财，有的要拿去花消费。但现在一看银行的这个活期的利息几乎不计，他就想办法把这钱去存这个定期去了，好歹有百分之二一个利息，也是赚钱难，所以他百分之二的利息他也得看得上，所以他往常啊这个活期存款里面恐怕还有钱，现在是钱。 只要一到账，哎，工资只要一发下来，或者他从外面一收到钱，要么就还贷款，要么就把这钱赶紧存定期。你你只能这么解释啊？那这个居民至少他们有消费意愿，说我把这钱放这儿，我这个月干啥干啥，要去买茅台，要去哪儿旅游要花钱。 这个意愿不强。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前，前五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十一点一四万亿，五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二百五十三万亿，同比增长八点九，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二百四十八点七万亿，同比增长百分之九点三。前五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十一点一四万亿。分部门看，住户贷款增加八千八百九十一亿元，这个住户贷款里面，短期贷款增加二百九十三亿元，中长期贷款。 八千五百九十八亿元。关于五月份的这个新增人民币贷款呢，九千五百亿，市场预期是一万零一百七十八亿，就是不及预期啊。它这个同比少增四千一百亿元。具体到五月份啊，刚才是前五个月，五月份的这个住户短期贷款。 增加二百九十三万亿，中长期贷款增加五百一十四亿。这个居民的中长期贷款基本上跟房地产相关，当然了，也还有汽车啊，主要是房地产。五月份呢，居民中长期贷款只增加了五百一十四亿元，这至少说明这个五月份，就五月十七号央行的旧楼市政策啊，各个地方放开限购，这个没有达到预期啊。就为场出了这么多利好政策？按理来说，大家都去买房，都去买房，按揭贷款就要增加，居民的中长期贷款就会增。 增加很多，但这个只增加了五百一十四亿一套房子五百万，五百一十四亿什么概念？那就是相当于增加了一万套房子。全国啊，你想想这个都可怕呀！这还不算韭菜买买车的啊，我们全部把它算成买房，你就相当于增加了一万套。如果说你按二百五十万一套，那相当于增加了两万套。全国啊，五月份呢、啊，这还是什么杭州？ 成都、西安全面放开，上海、深圳、北京，对吧？放开限购等等，调低银行利息，就从这儿也能看出，因为这个央行出台新政是五月十七号嘛，你后半个月相当于没什么变化。我们可以看六月份的啊，这个居民的中长期贷款它的变化，你就知道这个楼市到底什么现状。这个数字骗不了人。我们再看这个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。 其中，住户存款增加七点一三万亿元，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二点四五万亿元，财政性存款增加五千七百五十九亿元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二点三九万亿。五月末外币存款余额八千三百二十三亿美元，同比下降百分之二点三。前五个月外币存款增加三百四十四亿美元，人民币存款增加九万亿、啊，说明大家都在存钱，住户存的最多，七万亿，就从这。 这就看出韭菜是。 拼命存钱，这个政府债券融资啊，五月份企业债券融资三百一十三亿元，政府债券融资一万两千二百五十三亿元，就是政府的债券融资万亿以上，这是五月份呢、啊，说明什么呢？五月份地方政府大量新增专项债，一个月专项债增加一万多亿，就是为了刺激经济啊。地方政府大量的举债，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路子还是靠地方政府举债搞这个大基建投入，靠这个来带动经济，效果怎么样？那是要继续观察。 啥呀？这是五月份啊，就一万亿下去了你。你看看啊，因为居民不愿意加杠杆，居民都在收缩，那政府只能举债，积极的财政政策。居民没钱，居民对未来预期不好，所以他就存钱，他不愿意把钱拿出来投入加杠杆，所以又走上那个老路啊，政府大力举债。哎，这个就是五月份的啊，这个社融数据啊。 一个基本情况，也就是说，你韭菜不加杠杆，那只好政府加杠杆。这杠杆加哪儿呢？现在能加的地方越来越少。你比如加到地产上是不行的，地产是要死不活，能赚钱的项目是有限的。 上面加杠杆能加到什么时候？能加多久？能不能持续？这个钱下去有没有效果？这个债以后是要还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昨天这个外媒又在传小作文，说这个下周一央行要降息。诶、哎，他们就是根据这些数据啊，认为又得刺激啊，这就是恶性循环。刚才说了啊，你如果银行再降息，你本来是通过降息来刺激大家拿钱出来花，去投别的这个项目，不要存钱。但是呢，由于你的银行利息。 进一步降低，然后你那个按揭贷款存量的你又不降，那就逼着大家继续还那个存量贷款。通过各种手段，这个 M 一恐怕还要继续下降，消费更加不振。 那就肯定有人会去，因为你那个存款利息的 LPR 继续下降的话，那么大家从银行啊那个什么消费贷、经营贷这各种贷款，你总能贷出钱出来，那个利息很便宜，比如百分之二，我那边按揭贷款还是百分之五，那很多人肯定会想办法去贷这个按揭贷款，呃，这个经营贷或者是消费贷，贷完之后我就还我那个按揭贷款去，大家千方百计的啊攒钱还按揭贷款。 住户存款增加百分之就是七万亿，居然都不拿出来花，所以说啊，现在能看到的啊，就是这个政策啊不及预期。其实也不用找太多理由啊。从四月这个社融数据崩塌以后啊，这个五月是继续延续前面的低迷，因为四月份的时候咱们说过啊，这个三百万亿的 M 二啊。 天量 M 二就是咱们 M 二好像是美国的两倍吧，美国和西方加到一起都顶不上咱们一家的 M 二。但是它这个有的时候算法不太一样啊，这至少说明咱们这个 M 二是个天量数字。结果这么大的一个数字搞出来一个通缩，就是大家都不花钱，经济寒冷，也就是任正非说的啊，让寒意啊。 传遍每一个人。你现在啊，你没有办法再寄希望政策啊加大力度。实际上，你看一直在加大力度，不管用，就是刺激已经失效。这个也专家也说了，韭菜没钱，你老是刺激它，没有用啊。韭菜对未来预期不好，韭菜收入在下降，你不停的刺激韭菜，老指望它去消费拉动内需，但韭菜就是不为所动。谁不想消费呢？实际上人人都想消费啊，还不是没钱吗？或者是没有信心。所以面对现实啊，过紧日子重要。哎，这就是咱们在节目里面一直说的啊，年底。 恐怕是更难，明年比今年还要难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关于这个消费低迷啊，关于这个通缩，大家这种报道啊，案例非常多。就是虽然他不直接说这是通缩，但是都指向了通缩。你比如说吧，茅台过完年之后，茅台就一直在崩盘，当然了，说崩盘有点过，就是它一直在降价，降的黄牛都受不了了。茅台为什么降价？ 咱们做过好几期啊，本质上它符合这个消费降级这个趋势啊，又喝不起了，对吧？一瓶三千块，越来越多的人消费不起了。这个茅台它有一个是公务宴请嘛，还有一个就是请客送礼，还有什么？这些都在萎缩啊。哎，如果说茅台还是少数人喝的，喝的，对吧？是有钱人喝的，或者是有这种啊招待需求的人喝的，那么连水果啊，连牛肉价格都在暴跌，这个大家都看到新闻了吧？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，六月十二日。 全国西瓜批发价均价是三点二五元，就是三块二毛五一公斤，较一个月前五点六元一公斤下跌百分之四十二，连西瓜都卖不动了。与去年六月相比，西瓜价格下降明显。二零二三年六月，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，全国西瓜批发均价在四块到六块二毛九每公斤之间，当前瓜价较去年六月的高点大幅下降百分之四十八。 前几天还有这个广东的荔枝价格下跌，荔枝减产啊，因为今年广东的上半年水分比较大，一直下雨，荔枝是减产，减产结果这个它的价格还水十块钱三斤，反映什么呢？反映是大家都不吃了，没钱对吧？勒紧裤带过日子，少吃一口是一口对吧？你少一点，他少一点，整个的就是销量下滑。 还有一个现象，大家有没有关注？好像是今天吧，五十年期的超长期国债发行，前面二十年的、三十年的都非常火爆啊，一发就秒光。这个五十年国期超长期国债啊，利息只有百分之二点几啊，就这个还有好多人抢啊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钱没有地方去。哎，但凡钱有地方去，比如股市啊，好，那大家都炒股去了，存银行比这百分之二点几还少，逼得大家只好把钱买国债。哎，你把这钱借给朋友去开饭店，对吧？你把这钱拿去。 投资一个股权，大家都不愿意，因为你投什么赔什么。以前买房子，你只要买到了，这房子就在涨价，你就在赚钱，所以大家拼命的把钱借出来买房子。现在你买到房子，房子还要跌，所以不能买。现在就是说，不光房子，就是老百姓啊，能接触到的，其他的你接触不到的那些东西，它也在下降。就是它也不容易赚钱。但凡一个产品啊，它要赚钱，那有人啊，就是金融机构，它一定能设计出一个金融产品，然后把它分成很多份，让大家来买。 我举个例子啊，就比如以前蚂蚁金服最火的时候啊，你要有蚂蚁金服的这个份额，对吧？有的机构它不就蚂蚁金服百分之三或者百分之二的这个配额嘛？份额，他把这个做个基金产品，哎，大家来认购，大家踊跃认购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要这个产品去认购蚂蚁的这个股份，蚂蚁金服一上市就涨几倍，你都赚钱了。所以大家虽然你不能直接去投资蚂蚁金服，但是你可以通过投资这个基金买基金的份额，一样的，大家都会把钱从银行搬出来。 打破脑袋去买这种基金产品，但是现在呢，蚂蚁金服不存在了。我这举例子，就是蚂蚁金服它已经没有办法保证它一上市就能赚钱，它也上不了市。所以，即便有基金啊，有人根据蚂蚁金服去设计它的股权结构，它的设计金融产品来向大家募集资金，再去投资它，你已经发不出去了，因为大家不相信，你投了它也会赔钱。 简单点说啊，就是你在国内，你很难找到一个稳定增长、就肯定能赚钱的事情。只要有这么个事情存在，就是稳定赚钱啊，一定有人会把它设计成金融产品，按份额卖给投资人。哎，这就是理财啊。为什么大家不买了？以往理财的产品不都流向房地产吗？因为房地产肯定赚钱的。大家回忆一下，这个信托对吧？它发行的这个产品、那个产品都是房地产项目，因为房地产项目保赚不赔啊。这些中植对吧？这些暴雷的这些财富公司。 它很多都是到房地产，因为这二十年里面，这个房地产一直在涨。最后，只要跟房地产挂钩的都在赚钱。哎，所以大家不愿意把钱往银行存，你银行存只有三个点、四个点的利息，我买这个信托产品、买理财产品都是十个点的收益，而且你根本不用担心暴雷。你看现在你在国内，你就找不到一个稳定赚钱的事儿，或者比如说你在美国吧，美国这个苹果、微软、英伟达那是在稳定增长。 他就有人会设计这种基金产品，对吧？你不敢买，你可以买基金产品，基金产品再去配置这些股票，肯定在涨。因为它是个确定性事件，它一直在涨。马斯克说了，他那个特斯拉要涨到十万亿美金啊，苹果是三万亿吧？那就有很多金融机构会配置这种金融产品，就根本专门跟这些微软呢、啊、特斯拉呀、啊，对吧？要么投资它，要么跟它挂钩，它涨大家都涨。哎，这就是所以为什么美国人他投资机会多啊？因为他很多项目是赚钱呢、啊，咱们找不到。 记住了，我们说的比较通俗啊。你要专业的人，他叫资产荒，没有好的资产。现在资产都在缩水，所以我在节目一直说，所有让你把钱变成资产的，这都不是好事啊。因为资产在缩水啊，你们找不到稳定增长的、稳定升值的资产，所以把钱放银行里面，存在银行里面是唯一的选择。就你但凡有资产能稳定增长，别管那是房地产还是什么新能源，还是矿。 不要紧的，你只要这个资产能稳定的增长，那钱就会从银行慢慢的搬家搬到这儿。大家可以看两个视频啊，这视频我就不解释了，大家一看知道什么意思啊，大家就知道现在到什么程度了。 搞来搞去就是地方政府没钱嘛，那有人就说了，那你把存量按揭贷款给它降一降，这说了好听啊，容易，你就相当于把这个难处啊、困难，你又交到银行头上去了。这个银行本来就面对这个叫存贷差，就是利息差，这个越来越小。 银行的存款是越来越多，大家都在往银行存钱，完了银行的钱贷不出去，即便能贷出去，银行是靠那个乘数啊效应，一般是四倍、五倍，现在乘数可能到不了这么多了，贷款也放不出去，完了这个韭菜。 还在疯狂的还他的那个按揭贷款，你现在也把按揭贷款利息给他降下来，那就是从银行嘴里面抢肉，把他肉割一块。这银行本来就现在是岌岌可危啊！咱们都看了银行二零二三年报表，还一季度的这个报表，都是有的是增产不增收，就是营业收入好像多了，但是利润是在下降的。有的干脆是营业收入利润双下降。这个时候你还要他继续啊，把存量的按揭贷款利息下调，那就相当于他要让利嘛。银行压力更大，这个银行的业。 业绩啊，恐怕二零二四年叫变脸。一旦变脸，你想想，现在胡市全靠银行金融机构撑着的，它的市值，明年啊，弄得不好，这个银行要往下走，因为它的利润见顶，它在下滑呀、啊。不仅是增速下滑，是利润在下滑。有的小银行说不定要亏损，叫业绩变脸，反映到它的股价上面，不就得下降吗？那你想一想，明年这个时候，这个股市又是血雨腥风啊，因为银行是个大家伙、啊。 所以我一直说这个股市风险非常大。今年国家队为了救市，狂拉这些金融机构，这个银行股逻辑还说得过去，因为银行股相对来说业绩不错，至少又分红。但是你这个明年就说不过去了，这故事不一定能讲得通。所以这个央行公布的五月份这个社融数据啊，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让人感到宽慰的地方，可以理解成啊，韭菜居民部门呢躺平了，不加杠杆，缩表，不消费，就知道存款。 就知道还按揭贷款，然后政府呢继续刺激，一旦刺激不见效果，那就是还债的时候。某种程度上啊，是严重的路径依赖，就是政府要大量的这个发债去投资，严重依赖依赖这条路，依赖这个政府去投入拉动 GDP。实际上应该考虑一下啊，政府把这个钱怎么样给到这个韭菜，改善韭菜的预期，改善韭菜的收入，让韭菜去投资，让韭菜去消费。 这个恐怕才是真正的拉动内需啊！所以说啊，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困境，这个困境啊，短期内还无解。总有人问，什么人能好，什么人能够转折，这个谁也说不好啊，因为或许这是刚开始啊。 从山顶啊，刚滑落到这个山脚啊，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。今日子啊，刚开始，大家要慢慢熬。日本人一熬就熬了三十年，那希望我们啊，比日本人能短一点。好，这期节目啊，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。谢谢大家。